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段我们空军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们台南与有荣焉的一段历史。F-86能够来到我们水交社，这部军机其实为了要还原历史，我们也经过多方的考据，那中间涂装有错误的地方还这个弄掉涂重新涂装。那可以看到这段大家看到在水交社，就是我们的空军的眷舍，也是雷虎小组的一个眷舍。那所以说很多的空军弟兄们都有讲过我的故事，也可以让许多好朋友观光客市民朋友们共同来分享。那我们水交社园区不但有 F-51 还有这个 F-86， 那将来也更要丰富我们的馆藏，以及丰富我们水交社眷村文化的一个展现。因此呢，欢迎大家来到水交社，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曾经缔造台海光荣战士的 F-86。